好，我是 Hardo， 我现在在台北，在台北，退货退钱，今天去开始讲中文，尽量讲中文拍个影片，对。为什么我又拍这么那么无聊的 intro？ 让我再试一次。这次我一个人去台北，不是我没有朋友的意思。总之，我一个人去台北，把相机配件物品退货退钱，因为我很白痴，所以随便买个东西了。结果和我的相机不适合。对，知道，我真的白痴。另外，我想给你们转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频道订阅者达到1000个人了，没想到这么早达到，我要努力很多。感谢你看我影片。然后退货时我买吉他的配件物品，买到之后我很兴奋，想给别人看，所以我直接去朋友家给他们看看。为什么你看到最后？不是，我这里可以退货退钱吗？啊？退货退钱？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前天吗？前天我来这边买那个云台，那个云台不适合我的脚架。我没办法退，我们只能让你换东西。你有看你还需要卖什么？因为我们老板说卖出没办法退。这里有桌笔吗？桌笔。哦，桌笔有。有吗？有。这里面有麦克风吧？麦克风。有吗？哦，哦。那哦，为什么 Video Mic Pro Plus？ 嗯 ，Video Mic Pro Plus 那个对对对对对，很凉啊，拜拜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刚刚在那一间买了一个麦克风和桌笔，脚架吗？脚架。你怕着掉？やばい。マイク買ったおかげで興奮しすぎてちょっとどこでも Vlog できる気がしてきたんです。もうなんか人の目があんま気にならなくなってきた。興奮しすぎて中国語が出てこ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。刚刚找到了一个公园，所以我走来这边，打开个麦克风和那什么桌笔。这里的公园蛮酷的，这可能有人觉得我的中文太烂了，我想借口一下，因为。现在是寒假，我就在宿舍，台湾人都回家，所以都几乎没有台湾人，我没有讲中文的机会，所以我的中文超烂的。这些是我刚刚买的麦克风和脚架，很酷，可能没有人在外面。开打开新买的物品，就是我当时我在家里打开一下。现在换了新的麦克风，可能。相应的权益很多吧，我希望很多。像刚刚的那样子，在台湾有很多类似的中文叫什么？嗯，其实我还没吃饭，所以等下我要去吃个饭，超饿死了，而且我。这边不熟，所以，我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餐厅。哦，好重啊！走走看那边。哇哦！哦，我是专业的 vlogger。哇哦！我要堆积退保，
这个，对，那这个低的，七十八的那个七十，嗯，10块豪华，这样就好，谢谢。再吃。我刚刚觉得那一间是德克士吗？叫德克士，可是我感觉普通的，虽然我来找朋友，日本人的朋友，可是我又迷路了。这边的风景看起来都是差不多。原本我是容易迷路的人，所以这边太难了。タラちゃんです。これこれでいい。おお。いい。はい、ということで今回はこんな感じになるんですけど、ちょっともう中国語でどういうのかわからないんで、ここはもう日本語で締めます。はいよ。まず普通に、まず軽くいこうよ。軽くいこうよ。軽く。ロケーション入れるとか、ね、まだ余裕入れなかった。どんどん強くなってる。強くなってる、うん、いいよ、成長してる。韓国人はなんかピコピが強らしいね。手汗がやばいからな。待って、最強いく次。いやいや、まだ大丈夫。まだあ、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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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もうちょっともう次でも終わらせてほしい。もう俺全然痛くないもん。勢いつけていいんだよね、うん。あー、指が耐えない。もう息の根を止めてください。すかしたね、今のは。まだ俺耐えれるぞ。お、まだ痛くないの？俺はこの、もうやられるのが怖いよ。楽しいわ、楽しいわ。ゴー！あお、負けだよね、これ。もうごめん、俺も泣くよ。無理、痛い。赤いでしょ。絶対赤いもん。あの人にデコピンでやられました。あ、強すぎ、デコピン。